这一件面料超舒服。好，然后呢，它就是上宽下窄，就是有点老爷裤，非常慵懒的感觉哦。然后其实妞妞下面是穿拖鞋啦，所以呢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长裤刚好到脚踝，然后它非常非常慵懒。你看我只要绑一个高高的头发，然后也没有特别的需要什么配件，它穿起来非常瘦，而且它的面料非常冰凉，然后舒服，很轻薄哦，有帮大家做口袋。再来后背是这样子，后交叉的，后背是后交叉，这边有个拉链，方便好大家穿脱。但是 L 号粉丝跟妞妞一样的，我刚刚是也没有拉拉链就套上来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然后它不太分尺寸，来这边都有松紧。然后我觉得裤型超好看，就是穿一个小白鞋跟球鞋，我来套一下给大家看。这穿小白鞋特别好看，那今天妞妞是穿球鞋，因为妞妞从机场回来，穿球鞋还是比较好走一点。草帽可以调头围，草帽不行调头围哦。来，你看一下，就是穿，我是穿休闲鞋啦，它刚好到我的脚踝。如果你是150公分，那更好了，快更长也都很好看。如果你是170公分，刚好在9分裤的也是可以穿的，所以这款不限制高矮胖瘦，好不好？这件我觉得蛮适合大家购买的，然后面料非常冰凉，一件套就好了。这带小朋友出去超方便，重点是非常凉快，我只能这样讲。好，然后如果你不想要像妞妞绑头发，你戴草帽出去也非常的有造型，有没有？整体拍照的颜色是非常非常好看。